猫为什么喜欢吃鱼？猫属于猫科动物，是全世界家庭中较为广泛的宠物。那么猫为什么喜欢吃鱼呢？其实猫并不是天生就爱吃鱼的。现在的猫喜欢吃鱼，其实这跟猫的生活环境有关。据推测，家猫起源于古埃及的沙漠猫和波斯的波斯猫。由于古埃及人的主食就是鱼类，所以他们也用鱼来喂养猫咪，这就养成了猫喜欢吃鱼的习惯。人类研究出牛磺酸是猫身体中不可缺少的物质，但只能通过食物来获取牛磺酸，而鱼类含有大量丰富的牛磺酸，这也是猫喜欢吃鱼的原因之一。